这个啊，算讲吼，大家吸到几几几年啊，所以讲吼，来，小陈你好，录影，好，陈大福哦，陈大福，等下坐船啊，哎，录影，来龙呀，快点，哎，钓陈大福，对吧？好听啊，可以上船去玩了，好，来，好啦，这个包包是谁的？我的，啊，我们的游船。搭记一下，沁园38，在我们回到这个码头之前，船不换的。那么上船呢？因为还有时间，还没有开，大家可以先到二楼去参观。如果你觉得二楼好，那就选择二楼坐；如果你觉得不喜欢，那就回到一楼。但是先上去参观是没有问题的，不收钱。这个游船刚好在右手边，那么凯旋二号游船，它往这边往右手边走。哎，那边有个凯旋二号。看不下去，太长了。